到底能不能拼，可以尝试一下。这波逼他一下，假装我们要上去，晃他一手，不能再让他点着这个兵，不能补，补这个兵就被多 A 一下，多 A 一下我们就有可能会死，知道吧？这波他想练我们，那练不着，等个二级啊，等个二级，现在他二了，那我们跑一手，这打不过，先别急啊，等个二。哎我操！哎呦我大意了啊，这我大意了，我这闪慢了，哎呦我操！稍微闪慢了一点点 ，Q 没躲掉。这不是菜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反应不行。我们的反应能力就这样，爱看不看。好，选个扣，不打了，跑了，跑了的话我空拨线啊。谢谢现实中的徘徊，你但是你别着急，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，不会老是顺风的，你放心。没有一个人他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，有些题你也是不会做的，所以说要老师教你啊，别着急，小死一波这很正常。我都没想到他能闪现杀我，要不怎么大意了呢？这波要速度推，那王八指定让人干了，我们赶紧过去支援王八。王八千万别让卢仙给杀了，我操了！我们可能是有点难玩了，说实话，这波如果要想能玩得了，去找着狮子狗，挺好啊。那个狮子狗啊，非常的重情义，刚好过来把人头收掉，哎呀，回家啊！非常的重情义啊，这个兄弟、啊、这就是意外收获，让王八帮我们赶开一波啊，这一波假装打不过他，假装自己是很怂，你知道吧？那既然王八不来，我们自己上去干他吧。那没办法，那既然王八不来，那我们自己上去干吧。本来想给他个人头的，他不来，算了。这是一个相位猛冲的卢仙，正常带强攻不一定，也不是不一定吧，看他交不交易吧，这个主要是。看他的意是怎么教的，艾塔应该是够呛了，看看下路能不能打一波啊？这波，这波下来的话可不太好打呀，不行，杀不了的，让他们把兵线卡在这里，我们家 ADC 回来正好收兵。出门，巨齿短臂，一双小皮鞋。马上升六啊！下波是一波机会，我们闪现跟他闪现是同步的。这波假装打不过他，假装他有六级呀？啊，他没六级，这小子怎么才五级呢？这直接就上了呀，这直接就能杀啊，像我们六他五，我们 W 直接放都能杀，这人怎么等级这么低呀、啊、可能刚才被我杀了。
不过我都亏半波兵了，我寻思他能升六呢，他都没升。我估计他应该剩一点，差一点升六，差一点就升了，就是这一点点的经验。上路这猴啊，不是，上路亚索，亚索不太好打了。你看，我估计这就剩一下升了。来吧，今天我就让你站这扫射，你要能把我射死，就算你狠，行不行？我都不带放到 W 的，我连钱都不给你。我不给你，让他泄泄愤。这边把铁板鞋做了，这把对面全 AD 的，我们先做的铁板鞋，第一跑得快。第二能右一点，省着杀人的时候老一换一不合适。他去拿蓝去了吧？我估计没拿。现在跟他耗血就 EAQ 走。不用速度很快，慢点也行。他马上有闪啊，直接一 QR 交闪。跟闪，怎么他大招好那么快吗？我都回家出来，他大又好了。我知道他有闪，他一定是闪的，所以我们都一开始都往他前面走了，但是他闪现距离还是有点远，两段位移。吃一波他的塔皮，中塔拆的越快越好啊！中路跟上路还不一样，中塔掉的越快越好。哎，王八来了，上王八！你上啊！你怕什么玩意儿呢？他没用闪现。等一下啊，那王八一个 Q 17秒 CD 呢，等一会儿的。1750，我们把星矢打够了回家。下路怎么回事？给我往下走来，赶他一波！泰坦别回去呀，找狮子狗去！这狮子狗是幼狮啊！哎呀，我操，真幼啊！怎么出幼狮呢？精神病吧？这波想杀他可不容易啊！哎，容易了，升级了。一个 Q 收掉。这是要出日炎，这都杀不了，回家把星石做了。上路零杠三了，有瑕疵啊，有瑕疵。问他能不能打上，跟我一句能。零杠三了，这剑姬指定得推线，我们找他去啊。他可能贪的话，还得打个爆破呢。找他去。650块钱，杀了就发财了，我跟你们说。这小子指定得在这个草丛里边回城。哎，
没回去。哎，师傅，650，发财了！不仅我们发财一波，这波相当于我们杀了3个人啊，把他上塔塔皮吃他3层。是他塔皮，还好我够长啊！这卢仙不走的话，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。他现在再走已经没有用了。现在这看他在没在这里，没在这里，往左走。因为刚才看到他往左边走了嘛，他万一直接从这个位置走，我们就追不上他了。我们直接在这儿站着，如果他就从右边出现了，我们杀他；他如果从左边出现，我们再杀他；他如果不从右边出现，我们从左边追他。哎，先把一塔拿了。收集者了，回家，无敌了。哎呦！不去下了，这波。他肯定还得出来找他一波。找他去啊、哦、他刚把 E 放了。按波浪键 ,EA, 他上哪去了 ?Q, 闪现点再点。暴击了，正好暴击死了。怎么回事？那狮子狗搁这儿呢。哎呀，我可不一定能打得死这幼狮啊！啊，这幼狮还行，300块，把红再拿了。找到他的位置，哎，你可别让我遇着你啊，你让我遇着你，那就这就是一波300块。那剑姬赏金150，下去找一波啊。这幼狮跟我打，这幼狮，你有虚区吗，兄弟？我们先把这维恩给他杀了啊！这个叫什么来？这收集者抢人头基本上是无敌，抢车也是无敌，收兵更是无敌。好，回家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现在我们杀这个卢仙只用3下。当我这件装备出来以后，卢仙在我的面前就已经是300块钱。鬼刀一开，往前一走。你不用你走，你走不了。往我这走来，往我这走，往我这走。
他剑筋也是300块钱，没事。嗯，啊，是400块钱，找一波围阴，这里应该有眼儿，我估计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，这怎么死的呀？撞墙撞死了？这不应该呀，这。正常我隐身出来以后，这个围阴只需一秒钟就死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死了。那也应该是锤石杀的，那怎么能是围阴杀的呢？用什么把我杀了？这是。团灭了，团灭了，换个夜刃之风吧。等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啊？没准那剑尖要杀这个亚索，不一定，在这等一下。锤石挺烦人的，到处扎眼儿。我们就一个扫描，看看找个谁。这围阴旁边老有锤石，也杀不了啊。等一会儿啊，在这等一会儿。我估计剑筋应该能继续带来，过来把剑筋杀了。那王八干啥呢？那王八呀，我们打着剑筋不能直接一 QR， 你知道吧？如果我E了他，他直接给我挡了，我们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，这就没有技能了，也不能先交隐身，知道吧？先交隐身也不一定能打得过，打着剑筋必须得是E过去，然后等一手，稍等一下，好，这波不杀了，我估计。在这等啊，让对面出来了。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我搁哪，往前勾来。跑得挺快的，往我这儿走，往这儿走。没事，我有那个，他不是有跳弹吗？还可以。剑筋跑了，跑吧，回家了。出夜刃之风的，我估计他们家有蓝，把蓝先打了。要能先杀锤石，先把锤石杀了。锤石挺烦人的。老是有控制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还出来这狮子狗。哟，挺幼啊，这幼狮。哎，就杀这锤石，就杀锤石，先把锤石杀了。好，围阴没有人保了，先杀锤石。
你还搁这打鸡？你还敢在这打鸡，小伙子？别勾了，干哈去了？这人也不是没伤害，你说是不是？但这就有点过分了。走吧，我们夜刃之风加塞瑞尔达的怨恨。山庄呢？咦，杀俺们家 ADC， 幼师还要杀点人儿？这幼师，我拿走这幼师，干哈呢？进去呀、啊，怕什么玩意儿啊？打大龙去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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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大龙去了，别回家。回阴行啊，跑来打我蓝。我追他，今天这锤石是必须死的。维恩已经算挺幼的了，他都是守望者铠甲，他没用，我们这穿甲这么厚。我们这属于百分比穿甲，他护甲其实不是那么特别有用，他得出血量这王子。能让我一个技能不打那么多血就可以了。就包括这狮子狗在我面前，我都是穿甲穿甲再穿甲都没有用。打吧，把他打了，我们去找这卢仙去。放弃了，哎，先把这幼师杀了，先别杀别人啊，可以先把这幼师杀了。我不去了，哎，我不去了。往我这走，别死，别死哦，往我这走。你看，就包括这剑姬都是一个 EAQ 六四，因为这是百分比穿甲，这不是说以前的小穿甲，这个玩意儿呢加30%护甲穿透。他没音，
没有助攻。谁谁谁拿人头，拿人头给的钱多，我们可以不让队友拿人头。而且这我都是单杀。